外白渡桥。我们现在在外白渡桥，我们将从这里沿着外滩的观光区走一走，看看有多少人在疫情下的上海外滩。车还是有啊，私家车还是有的。今天是初三，大年初三，1月27日。苏州河，安保人员都佩戴了口罩。就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新闻，因为上海在举行的那个每年春节都要有花市，头一天的话，新闻报道就说一些安保人员还没有戴口罩，觉得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这个这么大事情，广州政府应该实行执行措施的，就是安保人员也会佩戴这口罩。然后到下午的时候，然后花市就有安保人员佩戴了口罩，那可能就意识到问题的所在。然后花市也好像人不是特别多，目前就说戴口罩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方式吧。这个是中山二路，现在我们踏上的就是外滩观光区域的位置，这个是外白渡，海鸥。对面的陆家嘴在雨雾中啊，朦朦胧胧啊。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，
刚刚海关中敲了几下没听见，下午的大概4点吧。黄浦江面上有一艘警船吧，啊，前面的人逐渐多了。老外在雨中锻炼身体，有好的身体，抵抗力也强。
旅行团是没有看到，大概都是自由，类似这种自由自己来玩。观景台的主要区域我们都走了，然后我们就不再往前走了，我们下去看看。
风很大，风很大。平常这里大家都在和牛合影，代表着财运嘛，牛气冲天。今天人不是特别多，外滩这里相对要热闹一点，因为大部分是来旅游的。现在是4点。还差3分，刚才打钟的时候是3点45分。4点了，
那这个是陈毅，1949年以后的上海市第一任市长。